好，观众朋友们，接下来我们继续给您现场直播2009年世界女子九球锦标赛最后的决赛。嗯，英国选手卡伦·科尔迎战中国小将刘莎莎的比赛，在前七局过后，目前卡伦·科尔5-2暂时领先。从第八局的开始，将采用限时出杆的规则，每杆必须在45秒之内完成。但是每局比赛呢，每位选手各有一次请求延时的机会。嗯，这是下午的比赛，当时。刘莎莎对潘晓婷啊，很多的时候为了赶时间啊，这一路小跑，对啊，其中有着急了拿错球杆了哈啊，对对 对，本来是打杆就拿起这个冲球杆了，对，就冲上去了，赶快又跑回去换了一根球杆啊，应该说还是有些花絮的，嗯，但是这个决赛啊不容有失啊。第八局的比赛轮到上一局取胜的刘莎莎来冲球，又是拿起了这个后把春红色的这个冲球杆。对，来看一看，应该说现在这个刘莎莎2-5落后啊，手握这个冲球权，应该说还是可以的啊，没有说就是这个差距能够影响到比赛。好，现在第八局的比赛马上开始，刘莎莎来冲球。观众啊，也是报以掌声啊，给刘莎莎鼓励啊，希望她能够有一个好的发挥。看这杆冲球，很关键。哎，这力量是非常大。一号球位置，哎，看二号球。一号球的这个位置还是不错啊，但二号球呢？如果想打右上方的底带的话，要传七号。他看一看啊，看看他是选择脚左上角的底带，还是选择传这个右上角的底带。看，哎，还想去传。嗯，看看法是传，旋转给的稍微重了一点。对。这就是刘莎莎特点啊，不应该特别细致的脚位基本上就不采用了，相对走位粗糙一些，嗯，看看这靠准度来弥补。你看这杆传球力量不要太大了，传得非常准，哎，好的，把这个二号球啊继续留在左上方的底带附近，嗯，看看叫三号球的位置。大家看看这个后半程啊，比前半程啊，这刘莎在这个走路的速度上啊，明显有所改变。第八局开始有限时击球的规则，嗯，这对小将刘莎莎是一个福音。嗯，哎，力量，因为这个卡伦·科尔啊，相对来说他整个节奏还是比较平稳的。嗯，这杆球。好的，哎，看脚位，好球，哎，刚好有角度，对，对，这个太直就不好了啊，留有角度呢，有利于下一颗来叫五号，横一库，没问题。啊，瞄一瞄，打八号球的位置。这个应该不会有太大的问题了，嗯，哎，有闪光灯，这个对球员是一个影响啊，确实是，对对，嗯，喜爱球员不要这样影响他这个打比赛，这个现场的裁判应该加以制止，嗯，因为很多观众可能现场也看过斯诺克的比赛，英国的这些裁判是厉声喝止现场这种用闪光灯的行为，确实是，如果在出杆瞬间的时候会严重影响的，如果观众总是这样的话呢，只能把他请离现场了。好的，这成了3-5，嗯，刘莎莎也露出了笑容，应该说这个在我看来这个笑容更大，我觉得应该是他希望是他轻松的笑容，对，啊，现在刘莎莎要的是轻松，我觉得还是要更多的忘记这个结果，打出我自己的状态，输赢应该跟自己没关系了。嗯，还是那啥，刘莎莎今天能够站在世锦赛决赛的赛场，对于她来说，
应该是超额完成任务。今天的比赛应该是很少出现这种开球之后啊、自己大摸来取得比赛的胜利，这个应该是第一次。对，应该更多的这个卡伦科尔是开球之后啊，通过防守让这个刘莎莎进行救球失误，然后清盘。对，这也是卡伦科尔的特长。毕竟呢，站在世锦赛决赛的赛场上，你不考虑胜负，这是不可能的。没错。但是就说呢，把这个胜负观呢看得相对的淡一些，没错，就是先着力于把自己的水准啊发挥出来，特别是对于小将刘莎莎。哎，看看二号球、三号球，不要捣乱。好的，刚好露出来了，刚好啊！现场也是对这个刘莎报以热烈的掌声。哎，这停的位置啊，恰好是可以叫到二号球。打三号球也没有问题啊，四号球是在屏幕右下方。应该说这个球形对于刘莎莎来说，从技术特点而言应该难度不大，对，就属于轻台，属于他技术可以控制的。但如果出现失误，就是在心态上。看看，没关系啊，六号球在带口，关键是叫七号球的时候一定要留出角度叫八号球。是，只要七号球叫八号球，角度舒服了，这盘球啊应该属于刘莎莎的。看一看中国十六岁的小将，新生代啊，应该说这个，可以说这个，潘晓婷跟傅晓峰还没有交接的时候，没想到更年轻的选手刘莎莎已经挺身而出啊，是啊，直接抢过中国这个女子九球的大旗啊！哎呀，就如果这次真的能拿世锦赛冠军的话。这冠军跟亚军啊是天壤之别。对，好球，好球。哎，潘晓婷好像是离开了原先的座位，两个费雪坐在一块儿。啊，说开句玩笑，两个人实在商量以后，对中国军团怎么办呀？就是，人太多了。对，而且都有实力。对。好的，好球，真是追成了4-5。应该是脸上露出了比较轻松的笑容，这才是自身实力的一个正常的展现。2-5落后的情况下，应该是1-5落后的情况下，这是连追三局了，这非常不容易，而且有连续冲球的机会。没错，还有一盘啊，只要再赢一盘，双方回到同一起跑线上。这个同一起跑线的概念，最主要的是在心态上的变化。可能卡伦科尔又会在心态上有一个变化，他又会紧起来啊，因为心态的紧可能有可能会影响到这个动作，包括打球的方式，包括战术的组合，很关键这一盘。这盘5-5和4-6啊，这是还是有本质的区别，是很关键啊。希望这个刘莎莎放松心态，哎，继续抓住这边冲球的机会。哎，一号球，哎，停在了这样一个位置上。一号跟五号应该是离得比较近，如果强行进攻的话呢，不是不可以，理论上可以，但是有点冒险。看一看，关键是很难叫二号。对对，看看这杆有没有很好的防守啊。还是将一号打进，顺利的叫到二号，解决这样一个难题。第二个难题摆在面前啊，三号、二号怎么能够叫到三号？四号在开球当中已经打下，五号应该两个